2015年12月30日晚，第九届大学之声浙江大学新年音乐会在玉泉永谦剧场隆重举行，帷幕徐起，灯火璀璨。在这个收获祝福的节日里，文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同学们用音乐会来为观众抹去浮尘，擦亮梦想。经过我们老师的专业训练以及我们同学们的不断努力，我们最后还是达到了自己满意的效果。上半场，文琴交响乐团完美演绎了中、意、奥、日等各国独具风格的乐曲，其中《龙猫组曲》和《哆啦 A 梦》的彩蛋惊喜连连，将全场氛围引向高潮。下半场，俄罗斯风情浓郁的舞曲点燃了观众的热情，让观众享受了一场音乐的视听盛宴。虽然我不是很懂音乐，但是我第一次来音乐会嘛，我觉得特别享受。浙大电视台记者报道。